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32届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第一局啊，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米玉鼎和挑战者许家扬。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曹老师您好。哎，你好，亲友们大家好。这名人战都已经第32届，历史够悠久的呀，曹老师。对。感觉这个日子过得真是快。是啊，当年我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名人战是开始的。对，80年代末吧。对对对，当时第一届的冠军呢是刘晓光九段，后来呢这个马晓春九段就在名人战上真是一枝独秀哈，13连霸，这也是让人挺意外的一件事，说实话。对，确实就是。马晓春在名人战13连霸这个记录，好像没有人打破了。对对，是很难很难再打破了。尤其是从今往后吧。嗯，是的。之前这个记录也是非常惊人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录。没错没错。他是从第2届到第14届都是他一个人独霸的，然后第15届是被周鹤阳九段终结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四川的盐亭，啊，今天这个决赛是在那里进行的。这名人战的决赛在盐亭进行已经很多年。哦，是吗？许家扬跟米玉鼎。我看许家扬一般都是穿深蓝色的西服，这个比较独树一帜，因为大部分棋手好像都穿那个。藏青色或者是接近于黑色的那种西服比较多一些。它这个算什么颜色？蓝青色吧，算，我们俗称为藏青，或者说深蓝色，或者说深蓝色也可以。许家扬他表示呢，他说之前他是拿过2个快棋赛的亚军，一个 CCTV 还有一个龙星战。他说他表示呢，他比如说在决赛的时候他喜欢拿白棋，可能他觉得拿白棋对他更有利一些，他也更擅长于拿白棋。现在不只是决赛喜欢拿白棋，就是凡是下围棋不喜欢拿白棋的职业棋手是凤毛麟角。有的时候当然他自己也许会喜欢下黑棋，当然也不见得，就是说不一定是喜欢，或者他自己本人是无所谓的。但是因为他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也跟他一样无所谓，这样的概率很少。比如他对手喜欢下白棋，那么他也在这个情况下他也要夺其所好，自己也要把白棋能有机会拿过来的话就是要拿过来的。不过我觉得许家扬这个说法这个好像是句废话，我觉得。是吧，就是决赛中想一下，不是如果一盘棋的话，可能他拿白棋更擅长，或者说他拿白棋确实就以他个人而言他也下的比较好一些，就是大部分棋手白棋胜率确实高啊。都是这样子。你像我们那个有一年柯洁是有一年白棋全胜，几乎不怎么输棋。 对，那是他特别厉害的时候。是对。但是这个比赛呢，挑战赛是3番棋。对对，三番棋呢，说起来可能第一局和第二局反正是那个黑白交替的。第一局谁就是拿黑谁拿白，似乎关系不大。不过可能有些棋手呢会有一些就是说意愿，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不能太深。就是比如说我比较很执念的，我想第一局我就想下白，但这个你不见得如你所愿，这个是一个拆线的，是一个抓阄的，几乎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形式吧。所以那曹老师对现在这个拆线规则，我记得上次我参加一个比赛，他是拆对了之后可以挑黑棋或者白棋，但是我们一般就是约定俗成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对手是对手给我拆，比如曹老师给他给我拆，那么我拿1颗黑子或者是2颗黑子，那就代表我猜对了，我就会拿黑棋。一般是约定都是这个样子的。他这个猜子是这样，一般是所谓的，比如说有那个辈分高的那一方，就是抓子，抓的那通常抓的是白子。对，就是这样。抓一把子，然后放在棋盘上。
那他的对手呢放一个应该是正常应该表示单仙，放两个呢表示双仙啊。一般放的都是那个黑子。对，放的是黑子，就正常你放一个或者放两个。这个规则应该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话，就是说你放一个就是单仙，你猜对了就是拿黑棋，是吧？如果是单你就拿黑棋，双你就拿白棋，除非特别说明啊。像比如说我猜对了，我是要拿白棋。他是有一些比赛特别说明，对，他是猜对了可以挑选，你想选黑，想选白，这个对对，他得那个赛前得说一下，对，是的，是，但是一般我们默认的一般都是你猜对了就是拿黑棋。对，就这样，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他许家阳是不是猜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一般是米玉婷肯定是给许家阳，因为米玉婷是年长，而且是段位高的那一方。这个比赛应该是卫冕者抓子，不管是年长或者是年是这样子的，段位低或者年纪没，就是他是前任冠军啊，他的排位座次比较高，所以他可以有权，对对对，他是抓子的，对对对。如果如果是今天，如果许家阳是上一届的冠军，米玉婷挑战者，那也是许家阳的是抓子。是这样子，那就是说今天是米玉婷抓子。今天肯定是米玉婷抓子。对，这个好像规矩比较多的感觉。对，翻棋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第一局是拆线，如果三番棋的话，对，如果有第三局呢，要重新拆线。要重新拆线。这样重新拆线呢，就显得今天这个拆线呢就不是特别重要。比较公正嘛，那样比较公平些。其实说好了也不见得就不公正。比如说今天拆线一拆，然后以后的就是交替黑白交替。那也可以。反正如果规则定好了，对，就是按照规则走就完了。还是就是交替下去就行了。是的，是的。但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多一个话题，多一个悬念吧。所以这个翻棋呢，我们实际上这个规矩也是跟日本学的。我们国家原来的职业比赛没有这个翻棋制。或者说在之前根本就没有挑战制。对对，现在中国仅存的两个挑战制的比赛，就是一个是名人战，一个天元战，这两个比赛就是历史很悠久了，都已经大家看到名人战都第32届了。对啊，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一届的名人，那么下一届你就可以等着那个底下打上了一个挑战者向你挑战，所以这样的卫冕的概率会比较高，那么就是一直连霸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如果大家都是从第一轮本赛第一轮32个这么打上来的话，那卫冕的概率就小太多了。是是是，所以说当时我还记得，就是中韩双方有一个天元对抗。对，我们中国的天元战呢是挑战制的，但是韩国呢不是挑战制，所以他们每个人但是当时因为李昌镐特别强，他不是挑战制，他也经常卫冕，对，所以还是中韩的天元对抗还是李昌镐出来。那么说起这个名人战，其实也有中日名人的对抗，可能有些资深的棋迷应该有点印象，那是早年的事儿，就是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是。比较著名的是，就是我们国家的名人马野村九段，对日本的名人小林光一九段，是这个翻棋是很有一些故事的。是的。好，那我们先来进入棋局吧，然后再慢慢的跟大家聊这个名人战的故事。这个今天是许家阳猜到了白棋，是的。当然他。竟然是表示他喜欢下白棋，特别的表示喜欢下白。那么今天这盘棋算如他所愿了，他猜到白棋。不过呢，就今天而言，可能也不算特别的高兴，因为今天下了白棋，明天就要下黑棋。那是，无疑是这样。而且许家阳呢，他是这样，他等级分目前排名第13，第十三，然后他在联赛当中，其实他下的并不是很出色。他反而是像对快棋啊，今年的联赛不是太好。对他如果说联赛很出色，他等级分应该能进前十了。不过是有一点奇怪的，有这个我们的联赛跟就是往常的比赛啊，经常会就是好像成绩上你这边会好一点，会有些冲突，是吧？对对，像我们山东队今年的举人大将，这样说起来的话，范廷钰，范廷钰、姜维杰嘛，就是
除了围甲之外，他们别的成绩都还挺好的，就都要比围甲要好。为什么围甲没啥好？对，这确实，这不能说，因为每盘棋如果说都好的话，那可能这排位跟柯洁也不相上下了，就。是柯洁其实今年围甲也不太好。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开局，对，大家都是这么下的。白棋现在小飞，这小飞最近又流行了吗？不，最近比较稍微远一点点的最近吧，好像还是小尖躲。是的。觉得这个棋白的小尖在这个局部上就可以满意了。小尖的话，黑棋接下来一般是怎么下的呢？曹老师，比如说。要拆吗？还是说不拆走个别的？我看点三三的也挺多的走完这个，反正我看拆二的在高手的对局当中少见，因为拆二呢，我自己也下过。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少见，我觉得被人家飞压场很不舒服。飞压场是吧？飞在这里是吧？对，很难受，因为飞压的时候大概要挡吧，因为走别的很难受，你这形状都不对，打一个然后被人家一长。还是很不舒服，大不太对，也是可以这么说，大概是先手，因为这个地方被冲断了，因为你不走的话，这个脚里是有手段的，这个断这边吧，反正我肯定是断一边，应该是不能吃了，就是说被爬死了，对，就是吃你肯定亏了嘛，对，但是因这个爬是能够成立的，再爬。对，再爬这个时候就给你吃个大头鬼。对，这个棋形，希望棋友们能够熟记一下，挺常用的。这个我就给大家摆的清楚一点吧。对，再然后立一个，然后你打，打我都不，我就直接从外面把你拍死。对，你提掉的时候我再扑，然后你就全死进去了，一个都不剩了。这个是典型的大头鬼。那么黑的，假如要防止大头鬼，那实际上也是不行的。单立一个是吧？他立也是不行的，白棋可以再挡在这个角上。跑不掉，这个跑起来太应该是跑不掉，不好跑。是的。所以白棋呢？在这边下呢，应该是先手。对，黑棋呢，应要在这绝不硬，就是说不是在这里双，就在这里并硬。对，是的。这个是白棋一个下法。另外，我觉得啊，白棋这个棋形啊，除了黑棋是有点难受，它要取士呢，可以在上面压；取地，它可以在这里坚持。是的。它可选择的这个尖顶啊，黑棋应该是藏起来的。是的，是的。藏起来之后啊，好像这个位置还不错，比这个肯定要好。这个的话，眼见着就有一个跨。这样。这个跨呢，就是一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你得小心，你藏完了你不走，人家可能马上就跨下去了。跨，对。不是说过很久，或者说他这儿有接应什么的，他都不需要接应，他就给你跨断了。对，所以这个棋形可能作为黑棋来说，对付白棋这个小尖黑的。也许反而会拆得远一些，反而会远一些。我有看到过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棋形很怪，被人家上面跳一个，然后还尖顶住。但是他们就有这么下的，有这么下的，反而是这个会比较少见，就拆二。是，或者还有脱先的也有。对，脱先会比较常见一些。不过就是要脱先的话，就这个位置上，这两个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地方如果他飞的话，脱先我反而少了吗？就是反而变得少见了嘛，也不好说。对呀，飞这个，这手棋实际上是，再早一些的时候是 AI 是推荐这个飞是吧？后来呢 AI 呢是推荐这个小尖，最近。我也不是很用功，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又回到这个飞上来了。但是这个的，就是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对，即便是就是说 AI 的判断胜率上有差别的话，也是特别特别小的，差别。对人类棋手来说，完全可以获利不计了。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正努力于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但是要搞清确实很困难。对，是。
他是飞了一个实战，然后黑棋挂了一下，嗯，小飞再拆，然后拆了，嗯嗯嗯，这个地方挂倒一下，然后再拆，嗯，是点白棋就把这个点了，嗯、是。然后挡一个，嗯，好，嗯，定式。我最近看下这个飞的人也很多，啊、这个被称为米式飞刀、嗯，但是米玉挺他自己反而下的少了。现在不怎么下了，他自己下的少了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挺多的，就现在下的很多、嗯，别人下的很多，他自己不怎么下了，很有意思。嗯，然后下这个呢，大家最简单的就是就顶了扳就完了。嗯，对。啊，就下成这样、嗯，就避免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否则的话就完全搞不清、这个。这个呢，实际上。对付这个飞白棋拖在这里、嗯、后续的变化是最复杂的是、嗯、实际上我想可以那么说吧小米这盘棋没有运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这手棋、嗯、而是下在这儿其实他也是比较烦对手再拖、嗯、拖一下对这是个大型的对是的变化嗯，但是也有超大型的，就是人家拖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没有把握，就长一个也有。长嘛，就不是他的本意了，啊、对, 对, 对因为也有长这个。长是这样，长的话，比如说，这个相比较，是有这样一个逻辑啊。比如说，白棋为什么不愿意走这个呢？嗯、顶了，顶这个时候呢，黑棋是不能长的。嗯。因为白棋少了这两个交换。嗯。这一代的作战白棋有利很多白棋可以冲、嗯、挡住对这可以单断对断在这儿对甚至于断这或者扳接这个都会都是可以的断这也 也是可以是、嗯、这个这两个交换白棋明显吃亏很多差多了从里跟外的交换、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单顶的话呢黑棋是应该挡上的嗯那么白棋再扳这个时候呢黑棋通常是不在这里长的他不硬了对你长的话这个绝不你就是落了一个后手嗯这样白棋就先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暂时在这里带高一个段落、嗯、那么当遭到白棋拖的时候假如黑棋退在这作为黑棋的下方上来说它是一种退缩就已经算了对那他又不能搬就脱先可能也不太好嗯脱先的话他这地方他有一个直接就在这里搬出来的棋是的这样的嗯所以这个棋呢双方都很微妙的就是爬在这的时候黑的下不下这个嗯什么时候下或者说当黑棋下了这个之后白棋的的立场啊他又要想我是顶还是拖他就纠结半天对对对是敢不敢拖的问题其实他这样我想现在很棋友嘛你尽管大胆的下这个点三三、嗯、当照到对手飞这个时候你对于这个当然也可以尝试啊也没什么但是你觉得是没把握你关一下、嗯、或者说你比较烦一些大型的复杂变化你就顶一个顶了扳就完了、这个、就局面就简单了对嗯一般就这个就很简单、嗯、不过这个棋本局米一亭也是下了这个长单长一个啊单长这个显然是这个、嗯、就是他要飞的话是怕对手拖嗯没有退路了对那是、啊、只能搬下去这下这个是非常做黑棋来说这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步棋 嗯, 嗯这个相对就比较稳妥嗯它飞飞一个是、嗯、然后黑棋拖了两半、嗯、这个棋其实以往在 AI 出现之前或者说在 AI 没有那么强之前这个其实都是这么下的现在都没有往回拆的了对看不着了这个拆现在都被看作是效率比较低的一步棋、嗯、它好像是就是以我的理解来看就是觉得这一代如果、嗯、假如说被白棋抬个头之后呢嗯就这边呢你不要以为你的结构很好它将来它是要从这儿这样直接给你垂进来的
对，他觉得呢，你这三个子呢，并没有完全好。就是说我锤进来，我还要攻你呢，谁攻谁还很难讲。对，然后这个也有打落啊，对。然后还有很关键的，就是这块空真的给你存起来，那效率也不是很好。你不能说这好像不太对，这感觉。你要围大了也不太对，好像围在哪儿也感觉也不好。是。不，我前几天也是看到就许家阳，你家阳的白起对胡耀宇，这很关键的一盘棋，他们是对，就是联赛江西对上海围甲比赛，这盘棋就很关键，就 是上半区，对上半区，就是说，那盘棋的结果呢，应该是有点小小的冷门，因为大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许家阳今天状态这么好，已经下到了这个名人战，就是今天这盘棋已经下到名人战挑战，别的比赛他也拿到了两个个人赛的亚军，对，等级分是第13，那肯定也高于现在的胡耀宇，对，那胡耀宇等级分肯定比他差多了，对，胡耀宇几乎可能是，反正在今年的围甲的，作为主力阵容出战了，反正是。前一两位的岁数最大的棋手，他是82年出生的，所以印象中好像他应该是年龄最大的，我想不出有谁比他年龄更大的了，好像是，那也许就是最大年龄是有可能。那么就是这盘棋结果是胡耀宇赢了许家阳，这样呢，胡耀宇也帮助上海队，就是战胜了江西队，对，晋级了，像江西队的今年的冠军梦就破碎了，甚至于是前六名的梦都没有。对，是的，就是因为是前八，他现在是应该是并列江西的并列第七。这盘棋我是为什么想起这盘棋有点意外呢？居然胡耀宇是这样下，也能够引起，我是觉得这是黑棋啊，对，胡耀宇下的，这是手的这一对，就这么一手。当然，像这个跳手脚的话，我们见的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就是李昌镐的全盛时期，那这个手脚李昌镐下的太多太多，对，即便于那个时候如果就是李昌镐白棋下这个的话，黑棋敢那么下的棋手，我想也几乎是没有，这好像觉得这个太，但这里是六位不一样，这个是这里是黑棋有一个正式，但是那好像也不在这实在太意外，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招法，对，但会被人家拖一个，你是搬还是不搬呀？是，反正他居然就是往这下，其实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盘棋，看一下胡耀宇对许家阳的联赛的棋，所以看起来也是还是要看，看你的后半盘的功力，我觉得。这盘棋他是拖了。拖了两盘。这个是是对现在来说，这是一部正招。白棋是倒虎的。倒虎的话，现在流行。他如果说正常这样下，打吃接上、比如说我接上。把这个立下来，要立吗？不立，你是想走这个走吗？这好像还是要立吧。是不是觉得如果说他要立的话，他的打吃尖上就觉得不转呢？因为这个头贴起来会比较硬，对，是不是这样一种概念？是的。但这棋呢，作为白棋来说。假如下成这样，那就干脆压掉。下面也有个分歧点，可以立，可以去走啊，走完就不再立了。对，就他压一下肯定就不立了，因为这个立的价值就变小了。是，人家头已经硬了，你立对他没有威胁了。对。但是这边可以考虑在这里避，这就避住他。但是白棋最近这手棋，比较多见，对。他的用意就是这样，在你虎这个的时候他就藏一下。是的，如果说再贴这个棋，大家都变得步调好像有点松，大家都松，没有咬紧，因为这地方呢白棋松了口气，并且这是虎 的你贴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作用了，对他的压力就可能作为黑棋来说，可能也不会马上就贴了，因为黑棋
这个在这个脚步他时刻就可以打刺一下就活了、嗯、是的，他这个骑行就是说你这边有个子、嗯、黑的就要打刺接上，我接上这地方已经两眼成活，跟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他立一个他对，如果在这立的话、嗯、这样一逼这个地方眼位是匮乏的，嗯，是的没错，所以就是、这个、就区别挺大的、这个区别，嗯，那么如果你走这个在藏在这里的时候，黑的下一手我也不知道往哪下不也许就往这下或者往、哦、往这下，嗯，对，这都有可能性，就是很占大场呗，这一带好像也没什么可走的了、嗯、看起来对，那黑棋显得没气象，白棋呢、嗯、似乎也还行，白的如果能下一个、嗯、如果你脚里补一个我怎么猜一个猜一下是不是还能下，嗯，这个虎大吗曹老师、那不是我在打试验你就没眼啊、嗯、你整个的都没眼，是比如说你什么地方再加我一个我就走了，我就一般挺大的，是的，如果说白棋直接搬这个的话那黑棋是不是就拆出去，对，你说直接搬这个啊，那太小了，太小了是吧，对，你走了一个小关 子、就是、对真的走了一个小关子、哦、还是从外面加过来，对，可能是要从外面加、嗯、作为白棋的下一手 吧、嗯、是要从下边来，就这个地方让黑的变得没棋下、嗯、白棋的用意可能就是这样，嗯，你下的话，如果你下白的可能就便宜了一点、哦、这下法，你不下呢我还有还马马虎虎的好点可以下白的用意可能就在这里、嗯、所以它是单虎一个，不过这棋呢其实我们大家见的在这个定型啊，当遭到白棋虎之后这个定型啊黑的是下这个多虎一个多是吗、嗯、虎一个多、嗯，实战这个很少见，那他不愿意，他要虎起来，虎起来他是这个时候是、嗯、如果他是立也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棋也有棋子这么下的，对，是的，然后虎起来立的话因为你这个地方你是不大好虎的，虎我就藏、嗯、这样这个图形白棋绝对便宜，因为他这下没走着，他这个气没紧住差一下，对，这个中间气差好多好多、嗯、你贴上去没用，嗯，这个地方白棋这口气没撞紧，这白棋太有力了，并且这个棋他在这个位置上你脚里眼位不行了，被他走在这里的时候、嗯、那么这个时候黑的还在这里下，嗯，这黑的就吃亏了，所以当下到这个时候黑棋是有下这个的，就估计打吃他有接上，对，他有粘上，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啊、白棋这黑棋在这绝步呢，他可以打吃一下，对，反正这样也算告一段落了，对，白棋可以脱先了，对、嗯、但是他这个子在这儿呢区别就大了，假如你虎我叫吃你还是接上，嗯，这个被吃掉，这个时候你再打吃，你看你后面的下一手不大有了，如果你这个棋在这儿的话黑棋提，嗯，白棋渡过，黑棋这地方还有个打吃，或者说就那里爬一下也没什么大关系，嗯，有挡住。在这个棋形，我们看一下这个提你提不着，你提他要提你了，嗯、他要提到这儿，他不是粘上的啊、嗯，这个差别很大。是的，所以反过来黑的就不情愿了，不能虎，不能这样虎起来了。啊，不能虎起来打刺，我在街上。不过这个实战黑的就开劫了，我还也是觉得很意外的。这劫我就觉得初期无劫，好像感觉。初期我觉得这个劫应该是黑棋比较重，是吧？嗯。相对什么？比如说啊，我们来判断一下，你走这个，提掉，我提，嗯。然后你走在别的地方我接，就说这个地方要割一下是吗？手割一下，手割一下应该怎么手割，就是我比如脱先，嗯，脱先黑棋割走这个，我然后他挖打你吃了吃，他这样是不是一样的，这样手对手术是一样的，对，那这脱先脱的有点大，
是吧？嗯，就是你也不能一手吃掉，不能轻易的，就是说你随便摘个大肠，恐怕是损失还是挺惨重的，觉得。白起现在就是打劫了，不，这个不对呀、这样的时候提过来，对，黑棋他觉得呢，他有一个这个劫财，对，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劫财、这个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劫是黑棋比较重，对，我也觉得黑棋比较重，这白棋你即使把黑棋即使提成这样，这接下来你能把它怎么样，你就上面打吃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这几个主要的棋子就根本就不会死的，对，是这意思，你了不起你就等于就糊，然后就糊了，再糊一个，糊起来了，对，就是说，但是这里铺一下它是损了点，当然被你糊起来你也便宜一点，这是很好点，但是你别的地方你必然会遭受损失，它是一把飞刀，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劫，因为一般来说初期的话，因为是初期无劫嘛，这句话大家应该耳熟能详的，所以这个开劫对黑棋来说负担还是挺大的，他现在这里是有一个劫，他尖一个，对，他提过来，白棋在这里拖一个，这棋呢看在他打劫的一瞬间，我是以为现在这个黑棋是要脱先的，就是把这个劫、就把这个抓掉，解消了，对，把这个抓了的话，白棋是不是就藏进去了？还是搬了？他搬吧，这应该是搬好，搬好是吧？藏的话，从这个地方藏的话，被他藏在这里，就等于三三被他尖冲一下，你没占便宜。这个呢，似乎总是局部来说，白棋总是会好一些。等于我无论哪个小目的位置，你来撞一下，撞一下总是亏一些。当然，这个棋形就黑的下一手不是搬这个就搬这个，这个让黑棋挑。他那如果搬的话，他就白棋就打一下接上吗？这个局不是这样操作的吗？就打这个。对，这是。然后站上是吧？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两手棋还是蛮有价值的。这口气撞得很痛心。对，是。就是本来应该这个棋形，我们刚才摆过的，就这个尖顶长，这地方就错来这里了。但是这口气呀、撞的是太痛心了。这损失惨重，这棋下这可。挤了一下之后，几乎，你马上就压这个，就是像这种熟手啊。有些棋友们是满不在乎的，觉得没什么吧，我就挤一下而已。对，就是说他当然不是会，就是说真正的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挤一下，大概他还不至于这么想。不过呢，就是说他的内心深处啊，对这个的坏处啊，可能没有什么警觉性。就觉得走了也就走了，但好是不太好，很多。但是他差在什么地方啊？一个。紧了这口气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被白棋压过来可不得了，这三个子，而你基本上马上就无法动弹，对，无法动弹，受不了，大概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几乎作为黑棋来说，这个马上就要压掉的，这个压，我想即便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我想这个也是总是亏的，不压是要压，但是也会判断他是迫不得已才压，能不压总是不压的。是。然后他还有一个亏的地方，就这两个这王一休，本来对他这地方是有个立完之后跳进去，脚里有眼位，或者还能占去目数的便宜。你等你挤完再立，永远挤完就没了，人家不可能应你。这个地方差别是挺大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他应该打一个接上，我说现在这棋这边有个猜二也特别大，是的，就是你如果压一个，如果通常来说这么下棋的话，好像白棋速度比较快，主要是你这提完了这块空也不是你的呀，这还欠好多，并且从全局来看的话，作为黑棋他的时控会有问题，是的。你看说这个还不是黑棋，主要是这块它不是黑棋的。不，你起码得走一个，走一个你的效率也不高。
走一个是不是你还要打个问号，也不你不走人就随便割一个，你这不可能是你的空着。是，所以这个图嘛，我本来以为当然黑的是准备这么下的，但这样下好像不是好，好是谈不上，不过实战这个下法，是你是不是觉得更不好？对，我也就觉得他这劫就这么放弃了。他是这样的，对，他是搬了，他这个地方当白棋拖这个时候黑的是硬了，然后白棋这是本来是在黑棋手里，啊，现在提劫，现在他提劫，白棋提劫，对，然后黑棋就把那个抱死了。就 boss 对，那就看这一下子损了多少，对，对，损也损挺多，对，这下损得很惨。不过这个也是很惨烈的，被白棋接住，这就看谁损得多，这是。这地方手速上是不是大约可以看出这样是吧？是这样吧？对，是的，是这样，手速上是这样。白棋多了两手棋，对。啊对，这外面三手嘛，现在五手棋，但是这个每一个招都是亏的，对，是的，因为这里是提过一个，所以这里黑白棋也有一个，这白的很厚，这个局部呢，应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图形，这个局部是怎么样合理的形成这个结果的？就是。当白棋尖顶一下，尖顶的时候搬了一下，对他这个下了两个，搬一下就死了，对，黑大一下，这个，然后这里面走了两下，这个被他多了两个，这方尤其这个字多了很有用，这个字很管用，是的，打了扳也是没法看的，是。当然那一下也是那一下嘛，你看看你怎么样算了？就小尖，比如说看小尖，那么这一下你也特别损。然后这样有猜一，你挖一个也是特别损。那么如果这样，我挤进了也是，你也这个白的也是特别损。这里当然是白棋特别损，不过这个地方左下角这个。黑的也是很不像话，这棋是的。总体上我对这局面是大约是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白棋这里点角了之后啊，白棋是D，黑棋是4，这个势力现在就不容易发挥了，就在白棋左下角那么厚的情况下，这个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马蜂窝了，在这么厚的情况下，这个外势作用就减半，起码减半，减半的话就这个情况面，这个一带的定型是白棋便宜，或者说可以，或者说全局的配置上来说白棋是占着先机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这是白棋获利了，这个打劫的结果是白棋获利了。黑棋往回拆一个，确实这棋白棋的胜率也已经到达70%多，但是只是70出点头，但是离胜利还远得很。但是就是总体而言，就 AI 的分析看起来，这个转化还是白棋便宜。不 AI 的话，白棋好像很容易。就到60%几啊，60%几特别容易到，特别容易，随便好像黑的就没下什么坏棋，就跟着下几个定式就这60%几，许家阳是立了这个，这个挺意外的，很有意思的一副棋，我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他看是你的硬手。那估计黑棋肯定不会客气，基本上是要肯定要挡在外面，让你全损进去。对，这个将来它有些什么借用呢？这一带，是打算要干什么呢？我不太明白。它有几个用处，这个它有个点。点一个。点一个。如果说黑棋实在想不硬也可以不硬，但是不硬它就便宜了嘛。对，不硬它不硬了，就是这个时候它拆在这儿的话。
他达不到后边的效果。你再立的话，他肯定不会挡了。对，你要走这个，他就提了。对，他现在立一下，你要不走，我就一断，这个还是可以的。嗯。然后甚至于我远一点。嗯。甚至于我这个游子的时候，我也是可以的，我可以断一下。哦，这能断着一下，好像就觉得这个力已经哎派上用场了。当然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断？直接断是不太好的，就他正好打这个，对，他秀一点的话是挡在这儿，直接把你挡死；稳妥一点的话，他也可以挡里面。你这两个子也没有什么生路，是的，不太好啊。这个是损了。不过我这有个援军的话呢，这个断就能够成立了。嗯，他走了之后，他就决定以后看怎么样行棋。嗯，对。这个我们就通俗一点讲，就是省和德不明这个例立掉一下、啊、还是要看后面的操作的、嗯、它是尖顶了一下，对，长这尖顶是追求一种高的效率，哦，直接就拆了，对，他是想就是尖顶这两手棋下的很紧凑，嗯，尖顶完了就把那个胯给补掉了、嗯、刚才之前曹老师还强调那有一胯、哦、顶完之后肯定是要补的，对对，你得小心人家，他先顶再走这个让黑棋怎么说没退路了、嗯、肯定要搞点事，不搞事的话白棋肯定就好了，效率就好了。他如果说普通觉得走到这儿的话，他是不是觉得有点还有点不肯，对，这个也其实也像本手的样子吧，对，也好像就这个或者这个一般都是想这个也是一个本手的一个下法、嗯、就是拆在低位，嗯，这个上面就很安心了，嗯，走这个呢，当然这脚步肯定没问题了，不过被他拦在这儿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位置不有点不舒服哈，正好让黑棋拆得这么舒服、走这个他就比较舒服了、啊、是吧，他走那黑棋肯定不顶啊什么的，是是 就让你这边变得很、嗯、特别窄，对，是的，所以黑棋他不答应啊，他得在里面得想点招出来，嗯，点进去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直接看到他点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意外，但是刚才曹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为什么、嗯、哎这白棋拆到这儿，他让他拆的难受了，自己拆个三太窄他就不乐意了，他这所以这得在里面想点办法。这棋他真的可以吗？啊，对，看着还是有一点点过分的、是啊，嗯，这个就需要大量的计算了。嗯，盖住大概是肯定的。假如说挡住，那是不是被他冲着就觉得这棋形看着好像有点碎？他冲完了之后搬，他这个跨下来，他把次序组织好，有点问题。对，他计算怎么来、嗯、次序？就这样，对。反正我就怎么把次序给他弄好了，我觉得把次序走好了，好像就已经很不太好很碎了。你现在不能外边搬了、嗯、不能二路搬，二路搬我搬、嗯、这不行吧，粘上的话被这个拉回来了，不行，我就被拉回来了、哦、这搬被搬出来了，搬这被搬出来，这白棋坏了，对，这俩棋筋要死了，对、嗯、所以不能搬接，那么你只能在上面封头，封头的话我下边一搬挡住，对，我可以糊一个，白棋已经很难办，白棋很难办，对，白棋这地方都有断，你要走这个我就顶了活了就行、嗯、那后头白棋到处不活，对，这个黑棋活了白棋到处、这个挡下去是不行的，嗯，这有点太过了，因为你这本来就是多拆了一只、嗯、其实正常是应该拆在这儿的，对，多跳了一个，我以为的话就拆这或者拆这、嗯、对对对，这是比较普通的，这个棋形，这个棋形这个或这个是比较安稳、嗯、但是说不定这个是最好的有可能是徐家阳他准备了，因为有了这招就人家、啊、憋着黑的就要使出这招，假如这招黑棋就是
没占了便宜的话，那白棋这手棋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棋。对，也有可能这里面的变化他都清楚的话，那他这样下就这很有把握了。他既然是前面他是飞了一个，他没有小尖嘛，对，他有可能他知道他拆二之后里面会有些什么东西。飞刀啊，下一步这看着比较吃惊啊，这是真正的飞刀、来了，点到这儿他下的这个，本来以为如果说这样靠的话，是不是也这样靠他行吗？我应该是冲过来，我觉得好像不太断，我接上，黑棋断，假如说站上，黑棋爬过来，我好像可以挖界，挖了界你是不太好办吧？就挖粘是吧？对。然后怎么办呢？不太会了，就不太好办。这里面觉得太勉强了，好像即使能扳着一下。即使能扳着，就算能扳着，也不太。但是这扳完了怎么办呢？这里面依然做不活啊，也不太行啊，看着。这个黑的也不太好下。这个黑棋它不但要破它的空，它还得强烈要求把这个黑的这个地方是好像不太行，可以拐住。是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黑棋会不会近况好一点？这被打一下好像也很难受，打一下他只能跳出去，他只有爬也爬不出去。这好像有点惨，待会被提一下。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对，这个肯定这不能这样吧？不能，这黑棋不能这样跳出去，被冲完了一扑，这个提掉还先是不是？上面被跳一下，丢盔弃甲的逃的，简直是。因为你走这个，他可以点你。这逃不出去，这样。跑，他搬走。跑不出去。这样要死掉了。死是没死的，这个地方丢盔弃甲，好像这四个跑不了，现在还可以接上。对啊，他接上，然后你度过的时候，就先扑你一下算了。他就扑一下。就是他要走，他不可能给你扑，但是这个也是。那可以爬一个。也是不行的，度过一段。啊，这依然是很惨。这个所以黑棋这个直接跨是不成立。我觉得他不行，这样想。所以他得想点别的招。对，他走到这儿，这个也确实让人挺意外的，这直接点到二路上，但是这能行吗？飞刀，这个才真正的是米式飞刀。我看看你怎么应，因为这棋你应不好也要被黑棋占便宜的呀。他如果说白棋就这个可能不太行，这个被靠下去了，这个有点厉害，这样被靠下去不行。这个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对，这样被靠下去不行，大概是。是。那团住，要不就团住，要不就团这个，要不就团这个呗。团这个，他现在也要靠一个。也要靠啊。这样，靠，挡住，然后爬回来吗？对，爬那个也行。爬这个。对。那够狠的。爬这个好。这个够狠。这个好像黑棋可以，这个可能就是黑棋预想的变化。白棋不太好办，白棋打一个的话，打这个我要跑出来的。这样好像黑棋白棋还难办。你如果打这个，我可以接上，你这地方接上，我就爬出来。对，就把底下的空全破了。那白棋整个都飘在上面了。对。所以白棋下的是实战是这个团，团在这儿，我觉得黑棋好像挺难下的嘛，感觉。团这个也有点意外的。我有时候看米玉婷的棋，就觉得他这就，
特别直接的跟人家那个战斗，简直是绷得特别紧啊！对对，是吧？是是是，哎呦，这个战的简直天昏地暗的。但是我还我就简直都缓不过神来，我就在想这战斗到底有没有对他是不是有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呢。嗯，反正他就一条道就跟人家战上去了，简直就根本就不给你喘气的机会。但是不一定说这个战斗他一定有利，我没这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但是他力量大，他计算厉害，他行棋风格就这样，就是这样，很果断。好吧，我在想他能不能爬一个呢，这地方。嗯，爬的话他扳住您就断一个吗？是这意思吗？对对，他不断这个，他可能就跳这样。哦，跳一个，那这也不合适，即使能活，啊，不并不合适，不合适。其实在讲要活得很惨不说，然后这被白棋抢到先手走一个也不见得好。是的，不合适，是这样。不过黑白棋这手其实用的挺好的。对，是的。既防住了他这靠下来，嗯，又不让黑棋在这里扳过。对，啊，你扳不过了现在。嗯，看着好像棋形不算太好，但是。嗯，很实用的一个硬招。嗯，拖一个。嗯，现在这儿。拖一个，白的是挖机，挖机还黑的不太好。我也不觉得他有。他这个战斗是真的是对黑棋有利吗？他总觉得挺勉强的，好像好像不太有利。哦，嗯，看，虎在这儿，他就要求把这块棋全给他。黑棋的位置太低了。嗯，是的。白棋是冲了吧？对，他是冲了一个，嗯，挡住。然后再击打。嗯，黑棋接上，白棋小箭。现在黑棋这块棋依然是有问题。嗯，这样看起来呢，就黑棋呢，确实你在里面算是活，是能活，啊，不会死。爬一个是活了，是的，但不见得好啊。或者说就不好，我觉得。嗯，而且他白棋确实很厚，这块棋。嗯，他这个尖到了之后，这个糊你一下，你将来有个断点，这一带还，你得小心争子问题。他现在没办法了。嗯，那只能这样。这个只能爬活。这已经没别的路了。嗯。搬。对。练搬。接住他，任何一个断打都没意思啊！这个当然不能打，打这个打再没意思，被蒸掉了。是的，是的。所以他只能不打。他干脆就不打了。嗯，反正就是让你接一个呗。不打的话，啊，他是虎了一下。他虎。虎一下呢，都是就是有两个刺。对。黑棋先刺了一下，在这儿。嗯，这下这个可能就吃不着了。嗯。对，上面那个再刺，白棋肯定不会接了，嗯，它会硬在别的地方。嗯，是。接上。嗯。黑棋又加了一下。嗯。白棋搬。对，黑白棋这个搬是挺好的。对。比例好，搬这个也没意思了，他一做眼就活了。是的。是的，所以他在这里，他还只能下在这里。嗯，那么像这样的棋形呢，我们可以这么做个判断，就是说当 K 的这里有一个情况下，现在白棋你做一个选择，哪个位置好？那么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应该搬这个。对，因为对这边的影响大。嗯。实战是白棋搬这个时候，对，开始做活了，做活是这样的。嗯。然后白棋把这个鼓住，对，这个很大，就是有可能被长一下特别难受。是，
力了。这其实像的真按部就班，不也很想下这个拆二是吧？嗯，这地方是怕白的是靠下来，有可能。我就在想现在要不要靠前去。现在靠的话黑棋要脱先吗还是怎么支持？上班被他搬过是不是不太肯？觉得上班他是下什么搬过是吧？我想应该是吧。啊，这样吗？对，上班他立也可能是吧。哎呦，单立一个。哦，我是想就搬这个呗。哦，搬底下是吧？你是连搬。嗯，目前黑棋正子有利，那是就这样了。黑的可以下是吧？目前是正子有利。啊，那我就下呗。对，那我先正子有利，那就先吃了再说吧。啊，所以这那些眼线现在还不能马上就损。嗯，所以那就先下一下呗，拆二我不拆吗？不过小米实战的下法比较狠，他立在这是不是？对对，他觉得白棋你没有活，不是黑棋没有活。但是这个真的是很遥远。嗯，是的。因为白棋现在实战的下一步是逼在这里。他这个太长了，你要攻他。你自身有问题。是啊，这黑棋自己也没好。自身这个白的应该算是比较厚。嗯。正常情况下，他能够下的比较厚。就对于这个厚薄的判断确实是不太一样。搬一个。嗯，苦长，现在黑棋也像成型了。嗯，但是这个被逼到了，这个眼尖的目数肯定是先亏损了。嗯，只要这地方他还能再继续。嗯，他再压了一个。嗯，然后黑棋搬。嗯，这个得把头给争到，很重要。那你现在的话，嗯，这个白棋肯定不能算薄棋。这要把人家算成薄的也太过分了。实在是我都有点替他打抱不平。是他白的在压。对，白棋压了一个。黑棋搬。嗯，这个也是局部的最强手。所以这地方如果你正常是长这个的话，说不定还会遭到对手再压。再压过来。啊。推两下是不是就往这儿进去？对，往进去。不过如果说这样，假如说这样。嗯。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这地方要来骚扰你一下，因为这地方有个打路，看见这有个打路，也是这个点打到这个纸可能要掉，有可能要掉。我都不太担心，我觉得就算了。对啊，啊，就反正他就进来破点空。啊，那倒是也啊，我觉得这是不是要敲进去给他。打路总是有的。是啊，我觉得这底下好薄，这个黑棋其实这个结构你不能把它看成黑棋的阵势，这打进去 不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确实，因为这一代白的太厚了。对，你打进去谁攻谁搞不清了这件事。是，所以这地方可是退的话，黑棋觉得这个下法太缓了。嗯。啊，实战的他是咬着牙这个头给争过去。这个这么其实有一定好处的。嗯。这瞄着，瞄着这个段。是。几乎就能成立吧，好像是成立。他如果说现在跳，会不会把他跳进去？哦，那还不行，是不是？好像跑不掉，主要是上面这一排太长了，是吧？太长了。打是先手，打完先手跑得了吗？不过，即便跑不了的话，他从这个方向来弃车，是不是也是可以？都搬过去。那他如果说能走着两下，他总是还挺满意的。另外，不主要你这个眼位还不一定够呢。嗯。就这一带，你不见得能做出两个眼出来，啊，对吧？不
不管你双好接好，反正这个点一旦被我点着的话，你这块整个的位置就不活了。确实的。所以这个搬在这儿的话，对白棋也是很有压力的。嗯，这中央这个头还是很大的，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各方面的厚薄。因为你现在搬的话呢，它就可以接了。嗯，是的。这两个交换一下，黑棋是便宜了。对，起码白的这个压，这个好点就没有了。嗯嗯，像这种地方，小米是不会松的。嗯，尤其是现在形势还是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它的棋本来就是绷得很紧的。对，怎么恨不得所有的断点都给你断了那种。对，现在非常显然，这就是有一个断。是这样。对，那么它能不能马上就断上去呢？哦。那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吧，这棋白棋接下来它是怎么下的，这因为选择会比较多，你有可能断也有可能搬外面，或者是有别的选择啊，大家可以判断一下，看看自己跟高手下的有没有会有接近的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行。一会儿见。天元还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呢是第32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总决赛的第一局，由米玉挺执黑对许家阳。刚才呢和曹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黑棋刚搬了一个，刚搬。其实这样的局面呢，如果大家看到许家阳的招法的话，可能会比较觉得比较奇特。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棋要不就断上去，要不就搬外面呗。但是他们的思路不太一样啊。不过也确实是，这白棋下一步确实是一步很好的步棋。嗯，他下的会比较出乎意料，他小尖了。这个棋呢，黑的有点难受。这棋这样，假如你断这个的时候，他在这里小尖一下，嗯，你就不好办了。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吧？你好像要藏着、这个，然后黑棋他这边还有压，对，先这边还可以藏出来。对，他这藏到这个显然是他想争的地方，就是想争的这个头。一会儿这压挺厉害，不过这棋呢，他先走这个是非常巧妙的棋。嗯，黑棋绝对不能挡了，挡的话他一断。嗯，除非你现在马上打这个，这也不太可能的事情。打一个也好惨的感觉。那么你不打的话，我马上就下成这样了。嗯。如果看着这样，你就外面随便你怎么下呗。对对对。哎，就没这就不一样。这个非常好了。嗯。这白棋非常跟这个相比较呗。那主要是他本来下不成这个样子。嗯、是。所以他尖了一个，他断的话就。嗯，黑棋小尖在这儿，你就下不成那刚才那个那么好的那个形状哈、嗯，外面那么就完整、嗯，所以他先尖了他一下，黑棋粘上了，然后白棋又冲了一下，把他这个形状冲破，因为他这个地方贴其实是一个做眼的要点，是，嗯，有这个贴他就全活了，全活并且是联络的，现在冲了一下之后这个有断点，对，他随时可以断，还随时可以向下边接，逼着你单关连回去。这个白棋还是有收获的，是的，嗯，白棋再跳一个，嗯，这黑棋觉得难受了，这下他又不肯这么跟着这种很松的飞一个，显然不是米玉挺的风格。但是他这个也太刚强了，下一步，所以他的棋我每次看他的棋，我都觉得很意外，他出手的地方都觉得好像太直接了一点。对，直接就来了。但是他的直接你得扛得住，你要扛不住，你可能一个局部你就倒了。嗯。从这儿直接敲进来了，给你。意外。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意外？因为这地方白的实在太厚了，像铁一样的。相比较也各处黑的是薄的。嗯，就是你整个这块棋，假如白棋这个一直出来的话，这有断点，我可以下面小将你接整体不活。对，我可以断，比较清楚的吃掉你这四个。比如说我这里有几个子的话，我断先手，你要小将，我就把你外边吃。所以这个战斗其实。怎么看？看起来的话，怎么看黑的也不会好。所以，在这个局面下，我想很多的职业棋手根本想都
不会往这儿想，我肯定不会往这儿，都不敢想。我觉得这棋怎么能往这儿打呢？对，但是小米就是打了，在这里打了，这个可以也是搅乱局面的一种下法。是的，那么作为白棋来说，人家打入了，你就得好好对付他这个打入啊，他是往这儿胡的。对，这个是应该就是说。最好的一步棋，也是一个棋形。是的，因为你走别的话，这地方被黑棋，这地方被黑棋占据就不好，不太好了。没连上啊、所以要下来这。嗯，他虎一个，那么黑棋势必要贴出来。啊、当然这个地方许家阳也是不甘示弱。嗯，实际上作为白棋来说，跟着长出来已经是非常好了。这个棋形白棋绝对不会吃亏，就藏一个就行。我看 AI 给出的变化图，它搬完了粘上都行。啊，搬完搬是吧？搬的时候它黑，它搬就黑，白棋就粘上，其实就已经挺好。哎，那是挺好。反正这样也挺简明，各个都是挺好的。反正就这样，其实跟曹老师那个长异曲同工，差不多意思。他是搬的。啊，他还搬。他搬一个，然后他虎的时候。他先打他一下，这样先破坏他这形状，这样他粘上的时候那他就一断就行了。他倒没有断，他把这一断就把他罩死了，也我也觉得是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这个当然白的也可以了，就断的时候要看一看里面的气应该白棋长吧，我觉得对也不会有问题，这个白的这压出来也很好，挺简明的，就感觉这就感觉黑棋都很破的样子，是破破碎碎的，就因为像这样的打入的棋啊，除非是能对白棋形成进攻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就差不多五目棋左右啊，打掉对对手是的，现在看起来的话黑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很苦，这个黑的也很苦，没错。是这儿实战许家阳是下得很正面应战，很强，下得很强硬，他就直接就断了。对，这个断那就是说不是 AI 所推荐的。对，不过他推荐就是说觉得变化还是有点复杂，有点看不清可能。因为如果不复杂的话，如果断了就把这两个吃了，那也是挺好的，是吧？黑棋断打，我们看后续有些什么变化。作为黑棋来说，他只有这么想，知道，才有对杀的可能性。不过这棋好像搬粘，黑棋略微有一点点勉强，因为这地方白棋断了之后，这地方一夹是把它夹死了。这黑棋如果要弃子，好像也。这弃了能得到什么呢？这边收住了也没什么大用啊。就是现在很可能啊，黑棋的下场就是说是这五个死，或者这几个死，因为被他断了，你要跑这个，你这个一冲一家就死，或者是这五个死。这都是哪儿死了就不行了。大概这个黑棋不是说要什么？一般人家说是双拳，现在是三拳就不大可能了，全不了，全不了，肯定有一处你要被白棋给破坏掉。他实战是糊了这儿，那我看他哪儿比气，看他气也不够啊，反正横竖都是气不够的样子。他断了，这外面被罩住气也不太够，看着。对。不过这段它是自己景气的，所以要谨慎。白棋是先搬了一下，对，白棋是要搬，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你直接断气不够，加一个是吧？对，你气有问题。这样白棋再搬的话，它是不是粘在上面了？他就收粘在上面，这白棋反而气不够。对，你团这个，你要走这个，它也粘在上面。你得小心哦，不能随便乱来。这样你就差一气了，这样白的就差一气，正好差一气。所以白棋。这个时候他不是要断，他是先搬这个。他先搬是长气的。对，这样白棋
当然在这个之后，黑的假如要救回这个方面的时候，只能沾上，要沾上，那么这地方气肯定不够了。这个怎么团一个吧？怎么都行，团一个。嗯，我感觉他气团也行，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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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挡住气也不够，挡住气不够，点也行，点也行，点也行。那我就你这走这个也没什么。哦，点一个也可以，他打完了正好立下去，他也、嗯、也不行。对，然后，嗯，然后就是说吃的最清楚。现在黑白棋是搬一个了、嗯，是吧？搬一个其实黑子就不太好搬。对，黑三个方向，黑的都要处理好，不太可能。顾了上面，顾不了下面，嗯、只能走一步棋。顾了左边，顾不了右边，这真的、不行。手忙脚乱的状态，黑棋属于他先把这边先连回来，对他没办法、那么这样就白的就白棋把这个端了，这个看断了是先手，他要活这个是可以活，不过他就唬住就完了。其实他这个当时他这个路不走的话，不知道这个被我打一下我也可以唬。你如果就是他就算你长气，你现在气也杀我不过吧、对吧？而且这个很不愉快，待会再被他贴一下，然后再搬一下，这已经被先被所以他是这样，当白棋断这个时候，黑棋就没有要这几个字，没走底下，他要外面，要外面，觉得这样能不能拼一下胜负？那白棋他冲了，把这个给吃了，这个获利还是很大的。我一加就把你吃了，这肯定气不够。那他现在还没接，他没冲这个时候，黑的就又下了个这个不掉，奇怪不奇怪？哦。刚才是这样，刚才我们漏了一个交换，哪里白棋这个立跟这个跳交换过的、早期这个是就逼住之前，稍微等一下，这个得好好交代一下。逼这个之前，这白棋是逼之前，他先立，就是白棋虎一个，黑棋立这个，对，然后我们马上把白棋放在这儿了。是的，白棋是先立了一下，先立跟他跳交换，我还说这地方怎么不垂进去、但是这两个交换白棋已经很便宜了。嗯。因为这个跳几乎没围住空，这二路还有个跳进来。当时是这个局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很大的，因为对，要不然对方可以搬一下。白棋假如说挡住，挡的话，它有两种下法，一个是搬下来，一个嘛就算接，这官司也特别大。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下法，它脱先，也是个下法，就搬一下，这我已经便宜了，因为现在白棋是单立的，这地方本。如果我搬一下脱先，你要这定型的话，你是在这里把我吃了。嗯，这个效果呢就相当于这个局面下你不是下这个而是搬的，那就好多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挺大的一步棋，这一个。然后呢，当时他下这个之后，因为全局啊，虽然黑的也很想下这个拆啊，当时是这有个拆啊，黑棋然后白棋后来实在是逼在这儿，这左边是空的，左边有这个子。但是他拆个二的话呢，这个被白棋打入，黑的也吃不消，因为左下角白的太强大。是的。这个有利，这边白的也强大了，所以这个打入很大，并且黑棋也不敢挡下来，觉得这地方还是有可能还是要打入，打所以他只能补这个。这两个交换，白棋是非常非常便宜。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拆中间的人少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直就怕这个打入，然后你自己跳一个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下的。现在呢、现在进行到这里了，这两个之前交换过了。对，现在黑的是下在这儿。贴了一个。啊，这地方黑的之前压不着这一下是吗？有可能压不着。压被他尖在这儿了，直接就尖住了。对，压在这儿是直接被他尖住。之前压的话，来不及，这下还没有。这一段，这一人一个的。对，那是没办法。嗯，现在他为什么要压呢？不压的话，这地方我一打拔，
你就不好办。这地方有一个，这有个子。嗯，他压这个，这个打很大哟。对，嗯，打了是马上就又产生拐了，嗯，所以他就压一个，这地方压一个，哎呀，这压一个让好像还是不够有魄力，我觉得。嗯，退出来呢，那白棋肯定要逃，啊，跑那就跑，哎，那跑了才有胜负啊。是。比如说这样吗？这个哦，这有加，这个也不是完全是跑的太多。不，这我不怕，我长期挖机，我打了长出来。哦，打了长出来是吧？那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行这样。对，这个或者你就直接跳出来。哦，那就跳出来吧。这个、跳出来的最狠一些。这个、对，最狠，最狠是狠的，或者说是，能不能行就不知道。不行，行大概是行了，这白棋是行的，因为基本上是行，因为作为小米来说，它不可能。就是错过这种棋啊，下在这里。嗯，我贴一个比较无奈，反正感觉，嗯。现在就是对于智姑，大家都会比较有自信，嗯，就觉得这棋没那么容易死，这个活棋还是很容易的。普遍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对，嗯。但是这棋白的就可以弃了。对。他就算了，你切在这儿我就算了，你这儿还残留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打，嗯，待会我把这个一打你就没剩下几目了，二路有个跳，他这儿对对对，这个很糟糕的，他得拐，嗯，他我赶紧把这个打了，嗯，巨大，他这试一下踢掉，嗯，踢掉，他这接，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然后把这个跳进来，嗯，对，这目把抠的这底下就没剩几目了，这个应该是二十目朝上，嗯，很明确的有二十目朝上，是像这种这一类的下法，啊，还不知道有多少目，有一个不是个眼见的未知数，对，对，这个大，这个呢黑的挡下来，这都是目了，是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五目，这个可以点，这个还有虚空，嗯，这个以后往这个上面一尖都能到差不多黑棋要退出到这一些，嗯，这个特别大，嗯，然后他走了这个，他是走这个，嗯，即便这黑棋我想肯定是自己也是很清楚的，这形势不好，但是他也不敢太造次，对，太远的路像在这种地方，我觉得他也对，他也打落，是的，因为各处黑白棋都强大了。这白棋下的，比如说，我觉得下在上面也可以考虑。对对对，就你要拖过，我就顶一顶，打打长长，上面也是可以，有少目，嗯，所以他是走在这儿，嗯。对，这个其实这还是有家的。是啊，就很不舒服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家。看来当初这个力还是挺有用的。嗯嗯。那个力试一下应手吧，是的，或者说因为有这个力的这个下发，嗯，可能这一代白的损失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嗯，其实这个棋就是这里的损失跟这里的损失相比较双方，嗯，白棋虎了一个，嗯，下的好坚实，嗯，他当然是也是怕如果黑棋下的话这儿会扩张起来，嗯，它这棋呢，也是一个就类似这样的棋形的一种长形，我们可以把它这么说吧。你这个搬两尾后剑呢，是这么想，是这么搬的，搬了的这样。这不是人家都空都撑起来。对，你这还得长。是。这个是白棋的后手。那么我走这个，如果你飞这个的话呢，白棋就可以在这里不理了啊，就是可以在这里下。嗯。那底下钻一钻，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空越缩越小，嗯，越缩越小。对，不过现在白棋下来这黑的空已经变小了，嗯，已经围不大了。嗯，嗯，白棋黑棋下黑这个，是的，对，这个也是挺大的，因为黑的假如在这里下的话，嗯，白棋往那是有可能就是架在这地方。他加一个确实就很难赢，似乎只有接在这儿啊。一般这我打了一场，嗯，
这白棋太舒服了。对，打了接上。这白棋下的好愉快啊！这肯定不行，他只能接。嗯。接的话他还有这种下法了呀，就我就围上面围围就行了，这个是挺大的，所以他要飞一下，白棋跳一起长，长的话他是想在这打断吗？他果然是有这个想法，就正常下下肯定是觉得黑棋不太行。对，但这个有用吗？我就往这儿断也够生猛的，因为他一飞不就是联络了吗？是，我就觉得这个断点根本，人家这儿都是连着，就这儿有个断点，你断了根本就没什么用，就觉得没什么用。对，而且他还要把它断了，对，长 ，OK， 白棋往这儿飞一个，把自己连接上了，就省得你电话还要把我弄断。是，他就瞄到这个，瞄到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他再连一个是对的，这一代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嗯，就觉得白棋挺厚的，还是很结实的地方。你即使这儿就断，他一跳，你就打着一下，我也不知道就这能跑得掉吗？就感觉不像能跑得掉的样子。哦。我刚看见他说不肯接的关系，他是不是还有这个呢？他想了。哦，这个还真没注意。有一点点，原来是有这个意思吧？如果说他提掉的话，这棋倒虎一下，就至少能连回去一圈啊。连回去挺多的，你如果说、啊、你要吃我的话，只能点，然后打劫。我扑，打劫回嘛。对，那还差挺多的。啊、哦，还有这个。哦。所以黑棋就一直没接这个，我在想黑子为什么不接？他如果说这样的话，白棋能点吗？这，也许可以啊。没看清楚他接上是什么？接上我度过是不是？看着好像没有进死的感觉。他站在这儿，他。拖了粘上，他这个粘先手的话就可以做成打劫、做成双活了，也还有问题啊。哦，好像是有点问题，点这边也是有问题，怎么也是看不清的样子。哦，好像还不是很干净，看着点一个他接住不干净就吃的，那还是提了他有个、一路有个活。对对对，还想真没注意这里，所以本来我也没注意，但是我觉得黑的怎么老不下这个，他老不接是吧？啊、因为这地方是有断嘛，瞄着有断，你，所以他这个长也没长掉，不然他有可能先长掉的那个地方。对，他这个走一个，没多大意思。然后黑棋飞一个。这个现在这个断点就现实化了。对，现在就走完了，他马上，而且他这个刺还现实，他马上要把这个两个棋精给逃出来了，所以他把这个提掉，这也不干净了底下。这下干净了，终于。对，我就是在想，我想好像罐子上可能他接上会便宜一点。哦。对吧？他还不在上，他这个不肯走。想尖一个，我看着黑棋的棋形也有点奇怪，好像。对，这个好像。我看不太好的样子。他没法反击，这地方。反击不动吧？就觉得。这个对他飞，他差不多，他在这里夹。哦，他夹这边。啊。哦，是这样。这个就坏了，黑。对，这黑棋走不动。走不动。这不行。没有办法。但走不动，他可能这个顶就亏了，有可能顶。被他藏到一下，这
小剑，他还冲他一下。嗯，挡住，团住。嗯，这白棋连的也很结实啊。对啊，就是他冲到这一下，让这个断点越发变得严厉了。他点这个。嗯。白棋往这儿飞，这接下来马上一小尖要把你两个子断掉。嗯，这是很明确的事情。对，刺一下，刺一下没用，接不解决问题啊。这地方还是还有，依然有这个刺断。哦，他这个刺断防住了。他双回去啊，他双这个是这样啊，他这样，然后他可以就随便连一个，然后冲的时候他拐再冲，我再再挡住也可以了，反正就把他挖死了就行了，吃一口气吃掉了。嗯嗯嗯嗯啊，是这样是吧？对对对，这冲不断，这断掉被挖吃。不过白棋走这个是为了补这个断点，对对对，起码是看清是他自己自身活了就行。对，是的，吃这两个本身也不太大。这地方黑的是需要补一个。嗯，但是他待会从这儿跨也很难受，反正他黑棋的棋形看着不太对。有问题，有问题。整体的棋形肯定是很薄的。嗯，跳跳，白棋是在这里打眼位。对，飞了一下。嗯，尖住他。顶上，白棋顶住了。对，这现在一打一扳就扳掉了。是，把你连根切上来，嗯，那可太大了。走了半天，他还是走回去。回到那里去了，嗯。嗯，这应该是白棋好。白棋，白棋肯定，嗯，肯定好。是的，黑棋没什么目。盘面可能都不见得好黑棋，就看到刚才这块木直接越缩越小，嗯，越缩越小，最后发现没剩下几目。对，这白棋还能往里钻，这块空太大。嗯，是的。嗯，待会再往里钻钻这种地方。守空，守在这的空，嗯，是吧？嗯，冲了家。这个尖终于尖着了，早八百年的时候，曹老师就说他要加他一下。嗯嗯，他现在是扳过，嗯，这地方被他一打，没点棋吗？好像没什么棋，看着没什么棋是吧？嗯，我这能扳回去吗？哦，这能扳回去是吧？那我只能打到上面去了。打上面是吧？嗯，我连回去，哎，反正也没多大意思。我还想着打上面，您会不会还把这个粘上？那我就打在这儿了。那可能，我，打在这儿，他可以打这个。哎，不一定啊。啊。他如果刚才您这个扳的时候，打这个你我接上是吧？粘上，那他只能回打，他打不下去的话一路。嗯。回打你打到那儿去，我也没什么用啊。嗯，好吧。对吧？没什么用。我本来是搬了以后先打这个把你搞断，嗯，他现在黑白棋是下这个，嗯，这个有点小用吗？假如你挡上，挡住他是要藏进来吗？那他几段不就完了？哦，几打几打他接上。哎，我胡胡他狗一个。哦，还能狗在这儿，这棋还是要还是要小心一点的。他还能狗在这儿是吧？这样连上了，这个你没连上，没有分段，起码说是不成功。我本来以为他断打，我打在那儿，然后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但是他挡住的话，嗯，那可以单，哎，没有这个没有。那就先单长一个，嗯，单长一个，这黑棋不太好办。嗯，好像还是要断的呀，嗯。所以他不能挡这个，他打吃这个。嗯，然后白棋把这个冲过来，那中间是不是一大串都掉了？对，这个太大了吧？这个
一长串全掉了这个。嗯。把它挤在这儿，把它连根给吃了。这白芥要贴木了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木是不是白芥贴木？接上。挡上。把这个挡住。黑的。再搬一下。啊，搬一下是搬到的。小尖。好，打住。嗯，是的。这个它就让它顶了，是吧？顶了我上面实现是。它这个虎一个也没吃了没几目，它断打就把这两个弃了就行了。对，那没什么大用。是。嗯。吃不着什么东西。那这黑棋这目岂不是差远了？刚才就觉得不够了，这中间吃了多少目啊？就是七八九，七目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三二四二五。二六吧，嗯，二七二八，二九，最多了，三十三一十二，三十三十三三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五五六五七，七十来亩黑棋，嗯，那肯定不够，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九四十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三五五六，盘面差不多，差距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嗯、白棋把这个打拔了，那刚才这儿又涨了点。嗯、白棋呢，待会儿这个地方收是打下去吗？挡或者退一个，挡下去也可以。挡也可以、嗯、是吧？挡反正跟他提掉交换，大概是这样。嗯，要吃，嗯，是这样，嗯，哇，反正这一带啊，这一带我刚才都给黑棋的目数点的多了一点，对，这一带跟这一带，这个班还没算他这个，待会被缩进去，好像现在有这个班的话，是不是还有藏起来的余位？还真是，待会虎他一下，嗯、然后这个再断他一下，他好像很难办，我觉得，嗯。补了这个断之类的，对对对，有点棋，嗯，他顶，他接上，就算这个不长出来，待会跳一跳，这木也缩得够厉害的，嗯嗯、是的，嗯，他提掉，嗯，他接上，可以把这个靠住，嗯，这个地方还是要走一个，对，不走怎么还看着都不太舒服，嗯。白棋跳，嗯，长，是的，长他不敢冲吧？冲我挤掉他了。对，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小米这感觉，嗯、他现在还要接，应该是，挤了一下，你挤一下，嗯，前西方到黑的收的倒不烂，但是这个打拔掉之后，这个地方扳就他挡不住。对，嗯，下成这样。现在比刚才算起来的话，这儿多了几目棋是吧，曹老师？多了几目，但白棋也多了，白棋多了四目。嗯，黑棋这多了一点，但是这里扳就下去少很多。嗯。刚才白棋数的就是这儿多了三目，然后这儿，那也差不多。这儿搬他敢挡吗？这样的棋？不敢挡吗？这个劫太重。嗯。嗯。搬如果不敢挡的话，那又缩两目，对吧？那这个地方，你看冲急。应该差不多要补回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六，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这算回去了。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八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五、三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嗯，你算四一、四二、三四、四二、三四、四。四五四七八九五十五一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七十目强一点黑棋，嗯，
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七八目吧。十七目还要强。十七目肯定强。啊、哦哦，对。这个算你爬了我半，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一二三。牌面差不多那差距有点大，刚才您这儿给他算到这儿、退了，我算他退了、啊、算他退，他应该是不敢挡这期、对，这儿如果横冲竖冲这边还一堆劫财，如果说算成这样的话这劫财有点多，假如说这样他把它冲掉的话这打池全是劫财，嗯，这现在他好像还有点事的这地方，是我刚才就在看这个点的问题，这地方是不是还有点，他可能只有虎柱点，那如果这个挡不住的话那其实差的有点多，点他有这个你也要小心点，那还是打劫，这样就又成心还是打劫，就打完了然后搂完了，这劫有点大了，老劫了、这有个点反正还是嗯嗯，我们刚才就没算他点，没算他这个挡住、对，退了，他算他退了、但其实他挡住这两目，如果白棋算清了他觉得他这棋赢了他可能就算了啊、有这个可能性，那正常来说他是应该是挡不住的，有这个可能性而已了，白棋长了一下把这个先长掉了，省得他待会挡住他，这先手要不然就我的半想这个半的你也挺难受的好像是啊、哦、那我就先冲我提到这、可能你也不见得便宜、先冲一下这个再办，有一点点便宜可能，嗯嗯，他后冲了一下，先后冲这个，嗯，挡住办了吗，一路办了吗，嗯办了，这果然是拼死也要挡住了，黑的其实打住了，嗯，这个地方是真打住了，我之前也没看我，但是我想如果黑棋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就拼一下吧，如果说他打劫那打不赢那也是没办法、对，反正这样肯定是输了嘛、嗯、这样呢我觉得他接触他也输了，但是好歹可能有点机会，嗯，冲了一个先冲，嗯，先冲后冲是一样，对、这冲是不是是劫财，我再冲不理了再踢过去、不知道这好像也不像他会这么拼吗，拼也没用我想是这样、我觉得也拼，但他先冲一下，这时候他冲了一下、挡住然后再断打上去了，嗯，踢掉，嗯，打吃，嗯，这个打吃不能不要吧，嗯，不能不要，这就全要死啊，这看着对黑不走黑的，哎，死倒不死，但是这木大，这木太太黑地下来，接上接住，这黑棋是典型的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啊，对啊，这肯定是不太行，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化都不太行、但实在是因为差很多了，已经不是差一点点，没有搬回来的可能性，他黑的不好找劫呢，还没有爬，那个是劫是吧，其实也不是劫，可能把这个提掉，还是打吃，他是不是可以这样消劫，那消劫如果这样消的话会更好一点吗，还是觉得这个是亏的，把这个这个是他提呢，提我粘上他再提呢，打这个他提掉还是打劫，这还打劫哪，算了这看不清，还是提掉吧，保险一点，不提掉挺好的，可以你打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嗯，然后你再挡把它吃了，嗯，这个好，不这个不过也挺大的，这个几过二十几目，嗯，这看不清，不这个大一点还是、这需要这显然是这里大没问题的，不过如果说这样
他打一个白棋把这个提了，黑棋挤过，白棋把这个打了，挡先打一下，然后挡 挡住，是吧？嗯，那黑棋多半也不行，黑棋把这个走了，这个是你的，把这个还是把这个走，这个你可以打一下去掉，打一下，这样，这样是吧？下成这样，不打反正也无所谓，嗯嗯。但是这个依然会，有可能会被打了翻进去。打翻进去，我提掉，我有个打，反正还好、也不见得转，是吧？对，嗯。这白的肯定也是赢了，这样白的也赢了、没问题。不是，这里面也差好多目。嗯。但是有点看不清，好像还是你需要做个判断，就是说你这里得的目数跟那边的这个目数转换是怎样？不，主要是白的。看清了，那个地方硬他也他觉得硬一个就可以了，否则的话，这个木白的应该也不会亏啊。这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八九二十，但这个渡回去倒是也挺大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五目以上是十三十四。这个还没吃掉，是不是个是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嗯，也不小，也不小。嗯，万一亏几步，对，所以白的还是理他吧啊，还是硬一个吧。他这个预算上就是要理他的，对他肯定是觉得可以硬的，这个没有。这个时候，白棋硬了一个是占，在这儿。嗯。黑棋也当然又依然又可以提一截提过来了，嗯，黑棋提了一个，嗯，断打啊，这个挡一下，挡这个，这个是绝对的先手，先手劫财、刚好，提，嗯，白棋肯定觉得打劫是无忧的，嗯，因为他劫财确实是比较丰富，嗯。所以他也不继续跟他打，断打了一下，提劫，黑棋断了一个，这个是劫财，这其实也不见得是劫财，就这个吃掉是十，他万一什么地方看不清，十一十二十，你现在吃这个十九啊，二十目大概，二十目。二十目肯定没有这个大，他这个提掉，然后把这个挡死，是吧？哦，那还是这个挡多了，这不要是好几，还是不够。但是黑白棋万一什么地方一个闪失，怕这个地方万一这两个子被他跑回去了，或者有什么事，其实应该不会有问题，完全把它。这地方正好是一个，他这个硬腿很有用，这个一般就搬、对，他是把它吃掉的这俩字，所以这可以不理，这个才二十目吗？这个是你吃二十目强一点，一二，这个算一目本来就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吃掉九目，现在是搬一个，我还有加呢，啊、二十目肯定不止啊，要强一点，十九二十二一二，啊。肯定可以不理，肯定还是这个大，这个提掉，就现在提掉。这个挡就在那种如果说绷得很紧的时候，这可能差两目就差不齐了。但是这个时候白棋优势比较大，确实不是，主要是劫财多，主要是对白棋劫财多，白棋可以理提。嗯，挖了一个。啊。这显然是劫，它不能被立下去，你这提掉它、这个、它也不会死。然后它又提掉。拐冲，这个时候白棋看清了，那个上面显然是小了，它就把这个提掉、这个是小了，这个再冲过去，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十五目棋左右是有。这个本来就被提掉。这确实比这个小多了。如果你说你再冲过来，其实这个谁都知道，也就这样，就把这个挡死就完了。啊，这肯定是不够了。嗯，
那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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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肯定是亏了。这个白可以贴墨都没有，因为这个都可以不理。嗯，现在这个比这个还小。对呀、啊。嗯。其实现在这两个差不多大了，吃这个两个字跟吃这个几个字差不多大。是。嗯。下到这步的时候就没再下了。他就提掉了、哦、是吧，这肯定是不够了，毫无疑问。之前是觉得本来盘面差不多的。白棋提掉这样迷亭就投子认父。嗯。这盘棋应该说白棋还是下的比较出色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对，那没干什么，这些棋就下得好特别多。全是小米在干活，是啊，我们他自己的问题。小米干的活都是帮对手干，拼命的在那干。干完首先就从这拖了连扳就鼓起来做劫开始，这个战斗是。现在看来的话，就是这两个角的转换还是白棋便宜。对，是的。就是从胜率上来显示，它是转换完了，是白棋胜率到71%的样子。啊，嗯，我找的原因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就因为右下角这个定型啊，黑棋是外势，黑棋是外势，因为白棋这边太厚了，所以变成后来白棋立的是黑的，只能自己什么跳回来一个，跳在这里，这是很不像话的一步棋。这样交换白棋，就是因为这边有后势的威力在，它有威势力，所以它你只能什么委屈的补。这两手棋白的已经获利很大，对，所以这个定型，好像这个定型完了以后就是。黑棋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局面，就很难之下，确实就上面呢，人家大跳的时候他掏进去呢，掏的结果也不是太成功，就白棋控制的还挺好的。结果是不成功，我想他这步棋大概直接白棋的胜率就接近90%了。问他，那他也还有别的下法吗？反正我看了摆的图，我觉得黑棋都不行。他还黑的黑，这还有别的。他的变化图有靠，但是我觉得靠完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就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说好的下法这一带。嗯，当时点进去的时候，大概黑棋的胜率在30%左右，但是我好像觉得很勉强，这里面实在没看出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出奇的手法。不过我们的 AI 有的时候看 AI 的这个所谓的胜利的判断，有的时候也是挺奇怪的。嗯，比如说黑的走这个的时候有30%，当白棋挡一个的时候，黑的就只有15%了。那再走两个就发现就不行了。不就是最简单的，他点这个时候黑的全局，他有30%的胜利。这句话大家是能够懂的。是，我也看明白了。但是我看不明白的是下一手。当白棋下一个的时候，黑的只有15%的胜率。比如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嗯、那么，那难道这手棋，比如说是很平常的一步棋了、就是出乎 AI 的预料吗？如果是他预计中的话，就是在前一步他也只有15%了。他摆的那个变化图呢，是点进去之后跨下来，然后。但我是觉得不行，所以我没有告诉大家。就、啊、但是他点了黑棋点了这个之后，就胜率一下子掉了很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下的型的变化是这30的变化，他怎么操作下去是30继续保持下去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30%的话还蛮有机会的。对对啊，这还早得很，就是说这棋战线还很长，但是这一代好像一下子就不行了。嗯。就没看到他，白棋就虎了一个嘛，然后这个交换了一下之后，对对对，他就把这个逼住，对，然后就虎了两下，搬这个尖下的挺好，尖这个，我们后来看了，反正这盘棋给我感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小米就一直在忙，他忙了半天，好像都是帮对手在忙，他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这盘棋黑棋的大局是没有把控好，是。就大部分时候我看他的这战斗都是特别直截了当了、就跟人开练。其实我找的原因可能就这个劫也是亏了、劫亏了之后然后就是一直黑的就在用一些比较高猛的很非常的招法手段，对，
嗯，因为像这个点两点的话，当然风险是特别大的。嗯，或者说说，嗯，从成功的概率上来说是偏低的。对，但是因为小米自己也判断，就是这个地方不这么下的话，形势可能更为不利。找不到机会，所以他就这样拼了一下，找一些复杂的局面再拼一下。嗯，确实。不过我觉得许家阳下白棋确实就优势局面下，他掌控力还是很不错的。嗯，怪不得他说他也喜欢。对，他这稍微好一点的棋，他就能把你吃得死死的，这还是很厉害。是。这种地方小尖一个，这尖让我记忆犹新啊。因为这个局面下，我不太容易想到这个尖，我觉得。啊，尖倒也是一个棋形了。对、这个、对、嗯，要不然让我选的话，我不管走哪个，可能觉得这棋至少是不一定吧，就不一定会有那么大的优势。对。嗯。就是局面可能更为复杂一些。是的，他这个好像下的白棋下的黑棋很难受，他尖完了这一冲了他难受坏了，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这一代后来打入也是很勉强的，我们看他这个打入的战斗，这白棋都算清了。白棋是算清了，这个许家阳计算力也挺强的。嗯、我觉得，当然，人工智能的话是没推荐这个段，就接也是可以了。嗯，我也觉得接也挺好的。是，一般我们其实我搬都不一定搬，我说不定就单长一个是吧？这就是就像这种地方是这样，就是这个他搬了，又藏在这的时候，就总觉得黑的肯定是亏的。是啊，这地方不会已经不会便宜了。当然，你能够搬了，再还能够断，嗯，那就不用说了。他这下的实战白的是搬了能够断，那是。是的，嗯，太强硬了。没错，但这个吃了之后基本就奠定胜势了。对，控都不够了。对，肝不够，黑、嗯、就是黑棋的控是肝不够。肯定是不够，但是。差距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好像差白棋可以到天目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大，其实也就贴不出目。那倒是没有。不、嗯、但是不过这个贴不出目的程度是很明显的贴不出目、哎。对，确实。所以说就是吃掉之后、嗯、就白棋的优势是很明显。嗯。可能也是前面没有下好的缘故，所以导致小米今天发挥有点失常看起来。对，是的、嗯。好像全盘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确实。看着，但是明天，下一盘这第二盘的话，他们黑白棋会互换一下，嗯，互换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许家阳执黑了。这个分棋的话、嗯，其实这个心理真的是挺微妙的，嗯，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这盘就下之前、嗯，那两位棋手挑选，第一盘就你是可以选、嗯，第一盘选黑还是选白？就是他都不知道选什么好，就是说到底是第一盘拿黑棋比较合适，第二、还是第一盘拿白棋比较合适，还是第二盘拿白棋合适，对吧？这个是一个没有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是翻棋，这两盘棋其实真的，我们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真的，你比如说、你的人生中以后有比较重要的对局，碰上一个平时跟你差不多的对手，你可能平时比较喜欢下某一方，就是某一个棋吧，就是下黑棋，或者也可能喜欢下黑棋，有可能、那么你到底第一盘下黑还是第二盘下黑，这是很难选择。对，那有的人喜欢先拿自己顺手的，或者有的人喜欢把这个顺手的留到第二天。对，不一定第二天说不定还更顺手，是吧？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太好选的一个选项吧。对，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许家阳这么喜欢下白棋的一位棋手。嗯，今天这个也没辜负他，他下了这个白，猜到白棋之后，还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三番棋的这个第一局。对，那么目前呢，这个三番棋是许家阳1-0领先，好啊，但是第二盘黑白棋互换，这就不知道了会怎样。好，那我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名人战的决赛的第二局吧。好，好了，那我们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嗯，再见。